我是铁道立项派资料班，在2018年3月16号长隆大学站12:46所拍摄的是3733至93信号上的，因为613是电子确认到沙仑站路程景。谢谢各位观看，那相片看嘛，咱都点唔到就观片。来个3734叫沙仑线高三轮，因为613四电子确认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沙仑，就这样。下一站就是终点站沙仑站。然后这是沙仑线的路线，这样。然后都是由那个因为600跟500的四辆围边组圈的跑班。跟旧家线一样，关闭车门，准备要驶离哦。就像我的影片，干嘛在你都点不到去看影片？因为600行前是双600行交会，跟高铁交会，谢谢各位观看。上方就是高铁 T700型台湾高铁。高铁工程车诶，感谢各位观看，那相片根本咱都点不到去看片。三轮站准备抵达了。本列车的终点沙仑，快到了本列车的终点沙仑。这边到了本列车的终点沙仑。The terminal station for this train is 沙仑 station。驶进它的终点站沙仑站，谢谢各位观看。右侧开门，右侧开门。谢谢各位观看，那相片干嘛在你都点不到去观看？驶进终点站沙仑站，点亮，拜拜。